我说最可爱的老奶奶。拐杖都借来，太过瘾了！我的拐杖都借来。你什么时候要跟我哭？把你变成这个样子。觉得很开心，制作公司愿意让我们有这样子的尝试，嗯，因为这个感觉是非常的费时费工，看到自己变成这个样子，穿上这样的衣服，突然有一种穿越到很久很久以后的自己身上，然后想说，欸，有一天会这样子，那动作都要慢慢的，讲话也要慢慢的。那一定经历过非常多事吧，好像看世界跟思考事情的想法都不太一样。凯凯，你今晚想来点录音粉吗？我觉得很可惜，这场戏的云没有什么起来走动的画面，我本来都已经大概准备好他可以用什么样的姿态走路动作，对啊，结果这场的云都是坐着，拐杖都贴来。太过瘾了！我的拐杖把它借来了。我老了，看起来蛮有威严。光阴似箭，岁月如梭。真的。只是坐在这里跟大家聊聊天，就变了。你可以帮我做几个表情吗？做什么表情？嗯。我也可以嘟嘴啊。我是最可爱的老奶奶。你手机壳是孙子不要的。我温孙赏的啦。大哥，我不能玩宝可梦游。就今天很好玩，在路上的时候，大家都会不知道为什么都会想要扶我，工作人员也是，让我同事也是，就看我上下车都很想要过来扶。今天一卡的时候，傅孟博也是过来扶我，扶什么？是这样的，是谈恋爱就知道。对对对，是。哎，对，这样。老师你好。你好。我想要请问一下，被一只狗走丢了，你可以帮我把它找回来吗？可以，我帮你立刻一下。你们是有他的照片吗？我就是靠精神跟照片去做一个例子。他说他很害怕，他想我，想我。其实我没有养狗，不可能。你看就好了，你不用讲话。38,800放这里就可以。